从前，从前，在一艘船下面。我告诉你一个笑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？好啊，我听听看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叫做小花。这个小花呢，他有一天呢，他问他的妈妈说：“你如果有一个，又美丽又聪明的，女儿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呢？”然后呢，小花的妈妈就说：“一定要问我妈妈才行。”太好笑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笑话呢？如果没有听懂的话，可以试着多播几次，听听哦。听懂之后，我相信你们就会大大笑哦。